大家都把眼闭上。嘿嘿，我出来了，变魔王，你要拿走谁的分数？白雪五分，贝尔四分，熊妹三分，大宝两分，白雪的最多，我要拿走白雪的一分。好，白雪请睁眼。我睁开了。什么？我被人拿走了一分。白雪，现在给你权利，你是要给自己加上一分，还是要拿掉别人一分？我也要拿掉别人一分。我已经猜到是谁拿走我的分数了，肯定是贝尔，我要让贝尔也少一分。没问题，我替你拿掉它。天亮了，请所有人睁眼。昨晚白雪和贝尔都被人拿走了一分。什么？是谁拿走了我的分数？大宝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熊麦，那是你。也不是我。那白雪，是你。对，是我让我后老师拿掉你一分的，因为我怀疑我的一分是你拿走的。不是，我没有拿。白雪，你怎么可以怀疑我呢？你真是太让我伤心了。什么？不是你？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哼。天黑请闭眼，贝尔请睁眼。贝尔，上一轮你的分数被白雪拿走了，这次你要不要也拿走白雪的分数？算了，白雪也不是故意的，再说白雪已经被拿走一分了。老师，我想开启国王权力，然后开启天眼，帮白雪查看是谁拿走了他的分数。好，没问题。开启国王权力后，你有权知道每个人的初始分数。白雪有五分，熊妹有三分，大宝有两分。接下来你只要开启天眼查看每个人的分数，就可以知道少的一分多到哪里去了。那你先闭眼。好，贝尔要开启天眼的话就能看见我的存在了。不行，不能被贝尔发现是我在搞鬼，我要把白雪这一分给大宝。贝尔可以睁眼了。知道了，天眼开启。什么？我们这里居然还隐藏着黑暗魔王，让我看看是不是黑暗魔王拿走了白雪的一分。黑暗魔王还没有分数，那是谁拿走的？白雪被拿走一分，还有四分。没错，熊妹有三分，也没错。大宝三分，不对，大宝应该只有两分的。大宝竟然是偷分数的人，太可恶了。天眼时间到，天亮了，所有人请睁眼。白雪，我帮你查清楚了，是大宝拿走了你的分数。什么？是大宝？大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啊，大宝哥哥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我没有。你还说谎，你自己看看你的分数。三分？不对，我只有两分啊。王后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游戏中我不能说话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启动天眼看到了黑暗魔王也在我们其中。我知道了，是黑暗魔王，一定是黑暗魔王干的。黑暗魔王，你快出来吧。你们真没劲，你们这么快就猜到是我了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其实王后老师也是假的，他是暗杀变的。是啊，其实我是暗杀变。老大，这回的游戏玩得真过瘾，他们完全都没怀疑我不是真的老师。怪不得你一直不告诉我们黑暗魔王的存在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是想测试一下你们之间的信任，谁知道你们互相怀疑。哈哈，太好玩了。好啊，你我们再也不要和你们玩游戏了，我们走。点赞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